架在旁边，对对对对，让它沥干，让它卷，不会那么烫。就是高雄的吃法呢？对啊，就是把它夹起来，两只而已。三只还是一只？很多，没有超多。有四只吧。这是你研发的吗？没有啦，高雄都这样子啊。对啊，它就架在旁边，因为有一间那个香香海产粥。嗯，好像香香海产粥吗？不知道，在七贤路啊，四只啊，四只。没有捞了，难看。好了，就没了。我们第一次看到这样吃哎。他也没有吃啊，他就挂着，就是这样摆摆。你试试看，你先吃，你先吃。其实当时有两只。谢谢。感谢。我是七。精疲力尽。一个小时、半个小时的有氧。是的。这是什么？你连可乐水都点？我没有，就一个泡。我想说就，然后后来是点热狗跟那个。因为他真的很用心的，他连热都自己。对啊，而且这个酱都是他们自己。对，好用心。难怪丹丹一直是传奇。他不传奇他人，他不传亲戚。所有的丹丹都是亲戚派的，没有外人。所有的丹丹都是上天的。有了呢，还是没有开上去。好像从来没有来台湾。快十年了，我十年前在这里的时候就没有听过。二六个吧。哦。哎，花糖度假好大方哦。它很像电影院的，那鸡块不是市面上的任何一家的鸡块。红红鸡块长这样，是吧？不是。但是我比较熟悉这个鸡块，买起来鸡块都蛮好。酱汁是好吃的，那一次看到热狗好吃。哦。用番茄酱。我直接吃的。来三凤宫。不同的金子，然后也有满龟，然后我们可以按照它这样，就是它这里是三盖狗，然后就是像前几天十月十二号是天色日，所以这个玉皇大帝的那个店就会满的。今天如果捐钱哦。哦，我说为什么我都会来了？因为我干爹这里也有分享。你怎么是看到自己很生气？不是不是，因为我会常去的庙就是这些。然后他这里也有那个炼财小物店。炼财？哦，没有，我就是觉得就像那个卖那些玉手的，或是卖那些东西的，我就觉得炼财小物店。
在花短隐隐的正红。总是要看一些无聊的影片。火车的那一个吗？地下室有火车。他会走，但是你这两个人。这很酷啊，叫他自己开门。拜拜，这就跟法国一样啊。拜拜拜拜。我来到高雄啦，这是我。刚才喝酒，刚才是我的同事和他的朋友，然后我们一起去逛了街，然后吃了很多东西，他们就陪我去逛街。然后现在是有点暗，因为我是没有顺光的。我现在又回到高雄啦，对，蛮舒服的，我好喜欢这里哦，就是哦。很凉，然后完全没有那种高雄很热，觉得南部很热的感觉，然后这里又很舒服。刚刚我们去一个那个卖相机的咖啡厅，然后我们就说我们要来这里，他就说这里他也觉得很棒，只是就是他住来这边以后就很少来了，对，所以这里很棒哦。现在太阳真的比较小了，所以变得比较暗。阿萨，噔噔。我下午没有拍，因为我朋友陪我一起回来，所以我就没有 room tour。然后我现在 room tour 给大家，这个是晨曦行旅在六合路这附近，在一个前进捷运站这附近，所以走路大概五六分钟内，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到了。对，然后我今天住七楼，这应该不是现在比较暗，然后这应该不是七，我现在住这个，这应该不是最大的，我觉得对面这间比较大，但算还行。然后呢，这边我觉得其实蛮大的，只是我觉得它灯很小，然后大就是这么大。然后床，然后有一个椅子，然后叫他垫电视，然后放行李的桌面蛮大的，然后它的冷气比较像是那种会直接喷射的这种冷气。对面是一个国小，所以国中，所以早上应该是听得到钟声。然后呢，这边是厕所，我原本以为厕所是会有那个叫什么。浴缸，但后来发现是没有的，但我也觉得蛮大蛮舒服的，很 OK。然后这个是我今天的 outfit， 这是我昨天在那个中山捷运站，附近不是有一些市集嘛，买的，一件在680吧，反正买两件就折扣是600，它版型还不错，就我觉得很好看，对 ，OK 。然后这边的话，该有的备品都有。它本来是写没有备品，但有给，我也觉得不错啦。嗯，床的软度我不太确定，但我觉得住一晚其实都 OK。对，这个我是用高铁假期买的，所以总算下来大概是4065、4060，算4100好了。它就是有台北到高雄的高铁。车票来回，然后可以自己选时间，然后这个饭店一晚，然后这个饭店是有含早餐的，所以明天如果顺利的话，我再给大家看早餐。它的 check out 时间是11点 ，OK。然后这个是我刚才去买的一点小饼干什么的，这是我两天一夜的行李，非常的简单。对，现在大概晚上7点多，快可能。才7点多吧，还没到8点，但我真的有点累，我想回来先休息。如果等一下真的饿的话，我再叫外送。我今天应该是就不会出去了，明天再想说我要去哪边，就这样子。噔噔，我刚才叫了外送，然后我点了一个控肉饭，然后点了一个蛋菜包能，应该是，有点忘记，应该是菜包能。哦，油豆腐，这是油豆腐，看不太出来。好，然后点了一个炒手，然后点了一个无锅鱼，这样是237，还算便宜，我觉得。然后我其实，欢迎过来，
这个就是我的内衣 ，Arison 很推荐。就是我其实每一次出来玩的时候，我好像都会叫外送。所以上次有人说你是不是很爱叫外送？没有，就是出来玩我才喜欢。因为有时候我觉得我一个人在外面，你要吃东西是没办法一直吃、一直吃、一直吃，然后有时候就会回来换饭店休息。可是回来你洗完澡什么之后，你又不会觉得我想要再走出去。所以我觉得叫这些东西其实蛮方便的，而且蛮多店是可以叫的。当然，我觉得在那边吃一定更好吃啦，就是直接咬起来的状态。嗯，而且我刚才看高雄很多都不用运费，好便宜哦，而且很多都4.8颗星左右，评分都很高。我觉得他给错我了，他给成菜包能。他没有给我油豆腐，但也很赞。我觉得我赚到，谢谢老板。因为油豆腐是12块，菜包能是70几耶。谢谢谢谢，试试看。嗯，就是便当店的菜包能，然后无锅鱼是80几块。嗯。无锅鱼好吃哎，这家叫什么？大家看看，它没有写名字。这家叫正宗东港肉桂，大家可以，就有兴趣可以去看看，我觉得蛮便宜的。What's up？ 因为已经住完了嘛，所以跟大家讲一下，我今天早上有去吃早餐。这边早餐时间点蛮长的，因为它是11点 check out， 然后可以11点前再进去吃早餐，所以整理好直接下去吃早餐，直接走，我觉得也蛮 OK 的。早餐非常的简单，它就是一些面包、水果这样。但如果以我今天买的这个高铁假期的整个组合套票的话，其实我来说，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划算，就是很简单的早餐。对，然后这个就是我昨天说的，对面是一个国民中学，早上可能要拉门帘，就是窗帘要拉一下，不然感觉好像对面会有人在看你，但应该是不会了。整体是这样，蛮舒服的。好啊，那我就准备离开。对的。我来高雄市立美术馆，我刚才搭轻轨来，然后轻轨要等好久，我好像等了十几分钟，就坐在那边等。但我觉得等是还好，只是因为它是户外的，所以好像就会觉得蛮闷热的。这是我第一次来这个博物馆，走走。泰式还蛮好吃的，就是干干净净的，然后我觉得味道大概没有泰国这么浓，只是就是整体下来其实也是蛮不错的。然后我现在要去捷运站附近，我刚从捷运站上来，我要去等我朋友，另外一个朋友要跟我喝个东西，然后他就送我去高铁站。对，因为5点半要从高雄回台北，可是其实蛮快的，在2个小时就到，就觉得很像去个台中，或者是我从板桥回我老家的感觉，蛮赞的。感觉之后多利用这个东西，应该是可以常常去哪边玩吧，就一个小旅行，棒棒棒。我就有一天会想要搬到高雄。
很热哎、欸。哦，对，高雄应该蛮热。可是高雄就是干热吧，对不对？就是会流汗的那一种。然后会躲太阳的那一种。他们是说太阳是会刺人的，哦，跟屏东比较像，都是会刺人。